我们成功保住了凌霄饭店。你花这么多力气帮他保住饭店，应该有算完成任务了吧？我知道，我们这间小庙留不住你这尊大神。我呢，就是会那种带衰人家的女朋友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懂你、爱你的人。 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，华视罗琳雅塑身衣，废材闯天关。